我哋今日咧落雨屎湿嚟呢个龙港食嘢，佢都系啱啱开门啫。系啊。各式点心，喂，嗰啲点心都唔平啊！有呢个小猪眼球请，今日我哋包场，有呢个小德阿蚊，有小红同埋小猪，仲有 minimum， 系啊，冇人。第一样嚟嘅系粽，同埋咧粥啊！一猪最唔中意食嘅凤爪，爪。有人话咧，如果一个老外佢咧真系中意食广东菜嘅话咧，就会食凤爪。咁如果唔系咧，佢就净系食咕噜肉啊嗰啲嘅春卷，仲要咧系整个串头咁大嗰啲春卷嗰啲，就系唔系真系食紧广东菜。或者不是真正的煎粉，都是調翻轉咁。譬如你中意日本嘢，但是不是個個人中意食納豆？是不是不中意食納豆就不代表中意食日本嘢？都冇咁講。因為佢呢個仔花生真的有啲好大嘅，茶魚啊，幾好味喎。個瑤柱都好大啦，少少鹹，始終不足。但佢真係真材實料咯，啲骨都唔錯。如果佢淨係啲骨鹹，啲粥淡啲就好啲，豬唔食雞爪。你變成外國人，外國人。沒有啊，這個上海人。是嗎？是嗎？沒有上海人不吃啊。我其實也不吃，就看他行走也怕。小熊uncle，你吃不吃鳳爪的？哦呀，凤爪同埋凤爪差唔多，所以佢食啦。阿蚊同小德当然就食啦。个种好似糯米啊多啲，咁如果咧绿豆可以多啲咧，就开心啲。食落去个 texture 同埋咧咬落去个香滑程度，不过热辣辣都几好嘅。食下呢个凤爪，我唔中意食白云凤爪，但佢呢个凤爪几好味，不过调味做得好。因為中美貿易戰就禁呢個鳳爪嚟到入口喎，中國因為咧外國嚟講咧呢啲全部都係下難掉噶嘛，咁樣但係於中國要喎，咁啊梗係最開心。咁當咧呢個嘅禁口嘅時候咧，其實一齊有個傷害喺當中。外國可能會多啲嘢抌啦，咁但係咧中國佢少咗嘅時候，咁佢都要有人食鳳爪，或者會炒貴曬啲價錢。食墨魚仔。啊！個咖喱味幾濃郁喎，唔錯。鮮竹卷、蝦餃、蘿蔔糕，仲有呢邊有呢個牛排骨，哇！好滿滿的一餐。山椒牛肉，佢真係有啲西洋菜，但係佢落咗啲鹽雞，跟住我又唔係咁中意鹽雞。牛肉球嚟講都 OK 嘅，但係好似有啲筋，叫做乜 ？Anyway。呢、這個鮮竹卷夾落去嘅時候咧，就好好脆卜卜啦，好味喎呢個，入面有啲蝦咁，咁外面脆卜卜，有啲腐皮嗰啲豆香，呢個味，腐皮入嚟鹹咗少少，排骨越炸越少好，輕輕有少少辣椒味，嗰個燻。就算味再強啲會開心啲，咁我中意佢有啲軟骨，咁有啲嚼口，蘿蔔糕，蘿蔔糕個蘿蔔味唔錯，佢蘿蔔味多咧就變咗嗰個鬆散。我哋有碟香燈腸同埋呢個嘅蝦腸，咁兩碟都未有豉油，好搞笑。上次去津宴就係咁，等咗好耐先有豉油。它这个酱油有点涩涩的，就是甜甜地啊，同埋热热地，系咯，摸落去系热嘅。当当肠，我麻麻地，个皮好似厚咗啲，同埋削啲。个肉咧，我又觉得冇乜味，同埋实咗啲。呢个就虾肠，咁里边咧而家睇真啲啊，真系韭黄嚟嘅。不是韭菜，不是豆苗，这个个粉皮就好味过个啄啄嗰个，滑啲，薄啲，同埋韭黄同埋虾，嗰只虾几大牙，配埋个韭黄，有阵香咁样，
總之最好笑的是蝦的腸是大點，反而釘釘的呢就特點還貴一點。 Mini 就喜歡釘釘，我會用東牛尖，所以大家不同，各人有各人的不同口味，咁啊食點心又開心，就係有唔同嘅嘢。譬如只豬唔中意食鳳爪唔緊要，佢而家仲等待緊個魷魚酥。呢個鮮竹卷好味啊！呀，係咪呢個腐皮卷？佢個蝦餃啊好大啊，個味又唔錯，個皮再薄啲個味啲。相對嚟講，個皮厚咗。蛋撻幾個係嘛？用個兜兜係三個喎。Mini 喜歡吃叉燒包，我不喜歡吃叉燒包。跟我一樣，跟你一樣。我和 Mini 林的口味類似一點，我從小到大都不喜歡吃叉燒包。試一下 Mini 吃的叉燒包，我吃兩口吧。它那個酥皮挺好味，配合那個叉燒又熱辣辣，回家沒有師傅，是弱化了，不錯。千呼萬喚始出來，這個魷魚酥豬豬是最喜歡吃，現在豬和熊都吃這個魷魚酥，我們爭在沒有叫豬紅粥。這個魷魚酥比炸就香一點，而且仍然都有它一種彈牙，但是我來說這間酒家或者至少今天每一樣有咗邊下，咁個粥啊，嗰個腐皮卷啦，呢一個，咁仲有叉燒包同個叉燒餡喎，咁一樣嘢就係餡翻少少咧，咁啊更加好味。呢個美心紫肉酥，哇，成個水雷咁樣啊，即係有隻船撞到啊爆啊會，即係裏面爆漿嘅。小心流心啊！流曬啲姜啊！你係真要留心啊！呀，留心留心啊！嚇！啊，留沙包，啊对，留沙包，对对对。哇！这个哇，好鬼熱辣辣喎！裏邊我都試一試啊，佢有啲好似糯米糍咁嘅包住盒入邊嗰個牛心漿，裏面好似有啲杏仁味咁，係一個 purple jam 啊。其他都唔係太食得曬啦，咁而家仲有一個刺內的牛仔骨，試一啖。我食呢個少少的牛仔骨。哇！牛仔骨好腍喎，都幾腍。通常嚟講都係好韌啦，同埋咁多樣嘢嚟講，我覺得佢味道又搞得 OK， 唔鹹啊。同埋有少少蜜糖味，好味啊！個牛仔骨。小紅 uncle 都覺得好好味喎，果然係紅牛啊！咁佢啊食咗之後精神翻啊！小德話唔食啦。阿蚊都好吃啊！呢、這個牛仔骨，佢都幾腍噶，小德。少少。